咱迄个吴特助啊，他李总干事，还有我们宜兰李所长，然后陈志所的陈文章副所长，还有陈副组长，啊，各在座的各位监警，大家早安，大家好。
地下水，地下水有机的。反正太多讲，我地下我买我出街我若无钱多啊。你你家迄问题讲啊，就地下下水什么代志？地下水我挖池啊，加水。哦，反正看到我自己讲啊，爱若无钱多，我家弄啊。反正我挖去三年啦，无钱多挖去自己。另外我过暑假来买一个保镖。我是大风家是古林正士，我第一就是讲大风家是古是咱大家啊吼上低位啊，吼上低洼的位就对，也无抽水机啊，是讲排水，做老水也是多哦。我不是爱用我耳机啊，真快，但是吼唔捌穿起，较早是外人打门哦，会使讲。好啊，这次是鱼，但是那块鱼啊，是准备到位，鱼鱼啊嘛到位，红鱼、青鱼嘛准备到位啊。这方面，因为是五年当鱼拢难赚起来，未当未当是嘛，我哋当鱼啊，再来当饲迄个海菜哦、草鱼哦，都未当饲，这方面未当饲，拢未拢无成长，所以讲就最低买下来炒下吼。建设的，包括拄仔咧讲迄个五险的，咧讲即个排水，不管是即个内井水的排水，咱来水即个大流，哦，来看来规划，咱会使解决大问题，咱来治疗，啊，真有侪物啊，都是水资源，我是讲，即个每份水源即规定，对严肃非常的重视。还有一个用一定做出来，啊，还有咱这个前瞻计划，还有这个有关的排水的那个有必进出，好，这个这部的安尼，啊，地下水这个是什么？你讲你不知？这个地下水我做报告吼，像经过前方的龙岗明星，以及固定吼，来搞上条件，我老马到一个，第一条，固定办到。
下啦，你得爱拍你，哦，那等下我来帮你帮你结束了。拍你得，哎，你得爱拍你，好，好不好？谢谢。咱这个陈文浩陈委员，今麦到位啦，特别夸奖。咱继续来，拄仔举手顶来，下摆好。阿瓜婆，侬厉害，不是讲你无用，全厉害。你用这句来讲吼，提出话一个来讲来，销售。啊，这个现主席咩，市长咩代表，他讲三万块拢贵了啦，我黑也贵了，你们黑也贵了。啊，黑也就市里边啦，你们黑也吼，你们家人吼，市价贵啊，这个，卡大的企业经营困难，咱经营更加好，那这个拢。无本啊，对无？大家拢凊彩放放咧，安尼放放到我面前啦。我是讲哦，啊人像金车哦，比较饲饲了真好。会当安尼哦，业绩会当依然这个哦，利息较悬哦，像金车迄样哦，较一句我要甲报道两下安尼哦，做者示范哦安尼哦，往起往看哦，因伊一放落哦，伊一骨力做够，但这拢无土都。完全卖了，未讲气候变化，头骨硬起来，起啊生山安尼个，对无？安尼啦，今天都无见人家坐，咱啦，有希望哦。来，你讲来处理计表，人大家就，人家讲的少年的也是大块，来做骨啦，啊起啊卖，啊起啊台湾那么些啊，一年去搞几啊万栋，较侪嘛是啊，啊所以咱哦，所有的起啊在哦，唔单是安尼的。正常物业无快，伊就要来袂来。你若时间大过，较早你人个虾仔早是，哎，规种两个，即摆咪咪个较细。哎，就来你讲，放了就无去啊，放了无去啊。咁个感情，你那无人点个生出来要饲个话，你话这个问题哦，你真现在就业绩不用太少关心的，谢谢。好，谢谢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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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因为这个下面那个，不要再等，要留意。他今天吼，这样讲到那个报道来做一些类似金车的这个设施型的这样的设备吼，啊，到那个下面吼，那个有这知影到，安怎来加那个了解吼？我想那个。你讲的这个建议，我能甲补完起来，然后补助部分啦吼。因为像我拄只报告时阵，我有讲嘛吼，即几当来我有做一寡迄个设施的补助，比如说结合太阳光电，啊，新的联络我们再来看是不是你这样讲的这个吼有固定性的，因为即马你温岭嘛，是到位人嘛是大呢吼，甲迄个充电啦、啊落雨啦是啥，较袂去影响到。哦，啊，来提供这个存活力的艺术家嘞嘛，吼、哦，对不对？嘿，对，哎，我有包那个款安尼，吼、哦。下
想要教明安尼，好无？好。你要在不能打工比赛啊，五哥还有谁？今天刚今天想回家，回家。好，打工比赛。来，阿天他好像要做两个电影哦。来，阿天今天拿钱，三万元钱。啊，副书记哦，阿哥做一个电话，我为了跟你联系哦。你这场会吼，也真好，会当了解咱这地方居民的这个心声。我就对我讲的这个洪建的这代志，去年那个咱那个单位委托那个农农经来做这个洪建的这个申请。去年申请出来了，今年开始洪建。因为平洪建是做做做中央福州讲的，中央福州讲的这样跟点头。Thank you.
咱应该是这个一边一边做一边建设，啊，都要一边保护民生这边，另外一边要改，啊，结果今天保护比较改良，化石安拉来处理，来防这个其他排水嘛，啊，回来就得跟谢先生这个补助的这个很好的建议，过去是一期五年的这个水上是没有钱。大家要认真，那是他不敢确定时间的一个满足。那其他的部分，你关心一下，怎么样来让这个这边能够做得更顺利一点，能够再来试。那哎，回来就是记得养殖的这个养虾这个事情。那那个会不会？前阵子有宣布了，对于这个冷链的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个系统，它会获得很大的补助。我想它的地方上有这样的需求，都可以来申请。那尤其刚刚最后讲到这个初级的加工厂，那这个位置在哪里？谁来经营？这个地方大家来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来做一下。那这样把这个冷链能够串起来。那另外，今天也是在农会的加盟项目也是外销的一些平台。那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协助。那这我会记录下来，我的建议也跟我们的政策相符，可以做出来。好，来，那继续，干部长，干部长，干部长。我讲我就讲嘛，咱伊要说爸爸那样的动，我话你听我讲，咱这里用到了用灯的无啦，用灯的我睇一下，哦，烟光现在用灯啦，十九啦，五十拢无用灯，咱来讲我哪里用我新布尿尿到底啦，所以讲这里无啦，咱来甲改进，啊是人讲讲你烟光这个买一支，一支有影是真机器。私语文化，那私语文化那个东西，像我如果会私语的话，那么
要有一个讲产销平台，我感觉咱必须搞好。但是今仔遮济问题啊，包括今仔遮上摆遮济问题，讲着就是讲养殖区跟养殖产业方面问题的部分，好，包括即马传统养殖，包括今年饲的鱼，因拄啊一个上摆讲。养殖器所有的那个鱼种放养啊，有用先过过两个月，就是跟那虾啊，虾啊用这个不轻松，大家今年放养一虾啊，啊结果今年虾啊放落去了，十成到成到拢都有骨，我知影咱用车个人一块皮毛是有两撮骨，我到时候咱为了这个问题，咱一定一定必然，变成必然必须定车，我是必须定车，我跟你讲话，不然真正变成啥样？相信六成，因为这鱼仔是袂叫，因为真老诶，连本身都不会好，而且会干。刚刚姚家雄问大家啊，包括水事所，包括反正相关的相关向上的有关的单位，把咱第一邀请过来，第二咱那个林登彩主委，伊平遐有一个预算，要底下要讨论。伊如果黑啊，大家要现在停在前方，一直跟他讲嘛。他们最主要那些股东，他在这前方，起码我赶快照以前的方法，照现有的知识，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法。他在外地，因为在我们天船要，既然水事所一定会派专人下来帮业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水事所这个东西。是咱渔业的最高的研究指导单位，那老三们每次要都给他们带去回去研究，有一些博士在，博士会来个第二跑，来个那里给我们关火，到那边去打。啊，结果这里近这些年来，拢包括拢是咱渔民的多话令个，连到尾啊，大家辛苦，连这里在部门的对啊，总是真难做。因为领导，咱阿哥你对马教讲，你干会干嘛？不管你是一个地下车过较近，较大车、较细车，全部都一败涂地，没关系。我想他们那天在讲的归咎于是养殖环境、水池跟大自然的环境污染、酸雨，很多年都有太多问题，在是一般渔民只要去改观。啊，所以伊讲讲，那水池搞到你南部，甚至平安那是刘家那样养那个。用那个什么，用室内式的，然后类似比较小的那种能够管控的那种职业饲养池那种部分，我想那个成本很高的、如果渔民啊，今天我在老陈跟家里找，用哪一个土地啊，哪根企业或者该管控啊？所以，据我了解啊，我是渔会的渔会体系出来的。据我了解，我进入到渔会到现在三十几年，之前一寡在农家上加做囡仔同齐，即个企业啊，即帮更。拢淮海上在那边起，如果接的那今后我到，那到现在起，现在我就没在，就是大环境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在政府体系里面的那个水事所，每年政府都有编列相当的经费给水事所这个博士去做专业研究。那近几年来，可能是因为政府的那个预算排挤还是怎么样，水事所好像变成一个被冷冻掉的单位，刚刚干部比较没有。没有一些预算可以去做一些对渔民相关服务的一些这些的那个看法跟设跟指导啊，就把今天来电，今天我打电话来家，我把这个问题丢出来，说渔民的心声就是代表咱渔会对港政府表达心声。今天咱渔业最高指导单位渔所来家，咱的渔民来家吼，因为拄仔你讲要报道我的渔民，说他大主人做啥啥，我讲咱指标了，咱都用一头小动一脚。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从立法院拜托那委员哦，立法院能够在农委会给水事所的预算这个部分能够加码，因为我讲水事所预算进一口半，两位水事所两位解决掉，那是对于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供，结果人家解决掉在于刚刚不是过来，刚刚有两个水灾，一个是有水灾，水事所很重要，来这个博士团人才，如果预算变得够。水事所能够有成立一个专案研究方案下来，有博士在里面帮忙做研究，做指导下来，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水池啊、养殖的啊、泥土里面的什么化学水、什么毒物什么，有水事所帮忙处理，
然后由他提出一道可行的方式来给我们移民做一个预警，我想这个才是根本的这个解决之道。那如果说在农委会的部分，请你们帮忙关心，在预算编列到县政到立法院的部分，请那个农委会部分把所是否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够公布，然后预算能够加码的话，然后才对农民是最有的最深的帮助。是以上的报告。今日会议主席，咱的叶树林副处长，实在吼，咱宜兰县养殖秀山区福田协会咱的李典科，李典科理事长来个一派。那各位今日来两点来参与的各位叶副县长跟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跑起来，去进行这个渔村计划，这全世界。
太平洋，然后沙滩，然后海岸，然后铁路，然后公路，然后很爽的，就这几次就特殊的，所以咱台湾迄个沙溪的是特别地方，啊，这特别好，所以这个体验我感觉讲到做回来，这些都是来做，那最后来报告两个好消息嘛，第一个好消息就讲，咱研医疗做了不久。那个杨一二期三十亿，哦，医生变好了，明年开始去，几控几摸你你完蛋，再去我就是邀请咱退伍的护士来，然后政府钱拢来，哦，去解决这土地，啊，拢解决好，哦，这一来，我都解决了，解决好了，哦，未来两年以来，这几年杨一还起得好，是吧？咱后摆应应做可能。台大医院的职业，第二个，啊，另外一个医官，发展一个真关键，一个重大建设，就是咱的高铁，西部这种高铁要延伸到宜兰，啊，伫宜兰这个所在接回咱的宜花东的快铁，东部快铁，伫宜兰衔接，啊，咱讲这条北回线、宜兰线吼，这三条要共构，哦，啊，这是宜兰这个未来会较体贴一点。逐步评估会出来，啊，这个消息，哎，到底是总统的传播，是行政院的传播，来最近接听，我是知，先拍一个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边情况，啊，所以宜兰县咱这块东西直接变现，需要中央支持，那我们到中央的，我来跟支持咱变现，我请啊，这家出席局来问我，啊，因为我跟老阿都这家亲戚，我这里所以你们啊，我过来讲。最后，哦，这个感谢咱今团政府，哦，我个人的意见，那我感谢同仁在下面，哦，咱团结在下面，啊是，人民哦，啊是咱政府做的，啊政府爱明明配合配合，对吧？我想这是人民，啊，是民主，民主政府，啊我这个做教育，一部分中央跟地方嘛，部分人事。历史不分男女嘛，啊，语言关键嘛，我们国共双方共同要去体贴语言体贴，大家怕啊，这样拜托大家，多谢大家，谢谢大家。最近两年的科技预算，大概每一年被砍到6%到8%以上，连续砍两年，真的是很粗糙。6%到8%，连续的连续砍两次。其实是有很多包括我们跟医院所共同的科技预算，因为医院所很多的科技预算也是补助给学校老师去做的，所以这真的是砍到骨头里面去。因为这样加起来的话，超过10%。那可是哈，我们这几年对家长还是有在努力哈，在努力。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我们水族所现在专门针对专养白虾，在做辅导跟推广。然后我知道渔业署哦，很多学校老师做会养白虾的，所以这是两年都在做。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做的成果。刚刚有前辈有提到说有人示范的这个哦，我们这两年就是在辅导示范。我们总共辅导，总共有七家哦，其中一家是养殖自繁殖业的店家，其中的6家哦，可是很可惜哦，包括我们当时有上通告，有到各地通告说希望各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辅导业，到目前为止，屏东、花莲、高雄。我们现在辅导的这6家每一家他的这个的
不容易看关系。啊，但是迄个市里啊，啊，大家该一寡落去，我比我，咱较早，早改落去，我比我，咱不念伊个，哎，不要，那，较慢，改落去啊，那么，因为我二十多年啊，油电也未签名啊，啊，你啊，偏偏是嘛，伊是有报，啊，袂当签油电，你来我报报，啊，你签油电就无理。
别就是咱迄名的问题啦，因为吼，伫我的立场来讲，我嘛唔知我都反正爱干什么的苗，迄苗即摆咱台湾来讲足复杂的，你即摆咱台湾的迄苗上面都叫泰国，都叫迄、那个越南土呢。没有听到消息，那明年我们
个场馆大的话，妈妈拜托特别你来这边还是通知一下，来通知打电话，你们有这个相关电话，我们来联系。喜欢吗？现在喜欢吗？怎样？还有电话来后面。听说话的别开语言。对对对。你那个什么？